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机人。但是应该会摔倒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阿用改段框应该会摔倒。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没？我们已经下一支片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这个哎是Kawasaki Z 九百。Kawasaki Z 九百，对，不是 RS， 不是这台车。好、哦、，Z 九百没有 RS， 是我们一直心心念念想借、想要借来试看看的一台车。没错，但 JM 每次都卖掉，他只要一进车，这台车就会被卖掉。对，每次我们跟他说，哎、欸，又收到 Z 九百了，可以借来骑看看吗？卖掉了，过两天卖掉。对，已经不知道几次了，对。然后这一次好不容易借到这台车，结果早上下大雨，地湿，根本没办法试。那时候内心整个就是绝望，想说我们跟这台车的缘分真的是很差，差到一个不行，史上最难借到的一台车。它有卖很好吗？其实它很便宜。对，我想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对这台车这么有兴趣，因为自从我们试了 Z900RS 之后，是俗称的阿公点。你每次讲阿公点都会被黄掉，那可以消音吗？反正我们对那台车印象很好嘛，是觉得它引擎运转品质超棒的嘛，是，然后整个动态很沉稳啦，很舒适啦，动静皆宜啦，骑快点 OK 啦、嗯，对啊，很多人买、欸，很多人买嘛 ，Z900RS， 连我姐夫都买 ，RS 长得很像西风的那玩意儿，是，然后它怎么讲，中古车价一直都居高不下，硬啊，没错，然后。最新年份的，听说新车已经到了60几万啦，非常的贵啊。但 Z900RS 基本上它是 base 在 Z900 这个设定去改了外观出来的嘛。可是原本的 Z900 就不知道干嘛，行情特别的低迷，也不是低迷啦，就是在一个低点啦。对，它的二手车价就很便宜，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说啊 ，Z900 跟 Z900RS 骑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想要借来试看看嘛。那今天终于借到了，是好。那规格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。规格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 VCO。耶、yeah ！2020 Kawasaki Z900 改款后的 Z900 拥有更具侵略性的头灯外观与全车 LED 灯具。并且新增了 KTRC Kawasaki Traction Control 循迹控制系统，以及 Power Mode 动力可调模式，全新的 4.3 寸 TFT 全彩仪表，马力125匹，车重212公斤，目前中古车售价只要28万8。它有点重，对不对？车重210几公斤，然后台规的马力好像100出头匹吧，然后轴距1450/1450，绿色的轴距。那我觉得直接分享这台车骑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嗯，然后讲这台车的时候，一定要坐在车上。为什么嘞？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台车的骑姿，它的座舱设定根本就是冲着你，对，冲着我来的。我觉得我坐在这上面超舒服的、欸。其实 Z900RS 也蛮舒服的、啊，只是这个它多了一点那种潜艇的感觉。然后它的油箱设计这边鼓起来非常的高，有没有？然后再加上这边的形状，有消瘦，没有比较饱满，不是消瘦哦，反而是 Z900RS， 因为它的油箱是平的，是对，反而你脚夹就没有那么安心感的感觉。然后这个你看，它可以这样，它可以这样骑，就会有一种暴走族的感觉。对。很爽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坐在这上面就会觉得很开心。侧挂坐姿势的时候，以一台街车，你看我的手肘，它可以扣在油箱这里，它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设定。我在一般运动型街车上好像没遇过这种。然后你可以把脸埋在这里，整个就是运动型街车有这种设定，我知道，有一台一定有。谁 ？Tuno。反正不管啦、啊、，Z900 对，我就觉得它的座舱设定很特别，这收的短短的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前倾，所以你就对它的运动性很期待。只可惜，我们今天终于借到这台 Z900， 它的轮胎应该是坏掉的，嘎卡令好像都没换过。对，它2020的，好，然后到现在好像都没换过，都还是那个登陆普的 Sport Max。其实这条胎我们之前在GSX8S 的身上好像有遇过，嗯，对，类似的啊，我不确定型号有没有更新，但他们一定是同等级的，因为都叫 Sport Max。对，那新的它其实表现很好，嗯，只是可能不到那一方，或者是它平常停车的环境怎么了之类的。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也硬嘛，胎纹里面都出现了一些龟裂，就是老化，所以抓地力相当不好啊。加抓地力极度有限，对，抓地力非常的糟糕，我就直说了。但是这车，诚如大家看到动态的画面，对，我们应该先看一下骑起来什么样子吧。哦，哎，真的没什么刹车哎、欸。
对啊。我来了。哇塞！哇，很舒服啊！我知道，就好，我知道了。哇塞！干嘛、啊？后轮滑掉一大下。我靠，这刹车真的不大行。等一下，我们是Z900S也没有这样试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你可以好好感受一下。可是它这叫运动型街车哎、欸，它是运动型街车哎、欸。变速箱很好打，引擎震动很小，离合器超轻，只可惜今天这个轮胎不支援。对，我觉得常常都是这样。我觉得那些很多车本质都是好的，但是有时候搭配到一些轮胎，它就没办法发挥它原本想要带给客人的感受，那这时候客人就会想要动手动脚了。不行，那后轮超滑，超级滑，等一下，它后轮也太滑了吧，跟下雨天很像哎、欸。你这样很溜哎、欸，我看得出来很溜。对啊。你干嘛？你这样比健身还要慢。那出弯蛮快的、啊。有感觉，哎，我进去，啊，用刹车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差点撞到你，靠，那轮胎有问题是不是？对，轮胎不行。可是车的引擎感觉很好，衔接感很好。对啊，你看，很棒啊！啊，其实这个轮胎配搭配起来很好，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。就那样嘛，我尽力了啊。嗯，好，演给大家看，就是其实这车我相信它有一套很好的轮胎的时候，运动性应该很不错。虽然说它钢管的车架，但是它有铝合金的摇臂，然后单枪的避震器，然后前面至少是个倒叉吧。虽然说卡钳的等级好像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它的制动力道也没有很大，对。但是悬吊的支撑性基本上都还很 OK 啊，它可以兼顾那种舒适度跟。如果你想要骑快一点压压去的话，它也 OK。嗯，可能这个姿势的设定真的很棒。嗯，所以即便在轮胎抓地力很有限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我骑到后来还蛮开心的，对吧、啊？这车我也蛮意外的，为什么我会真的蛮喜欢的？我啦，我自己觉得是，如果把轮胎这个问题扣除掉，我很喜欢它引擎的输出。是哦，我大川在那边玩吗？对啊，像白痴这样子。你讲的很有道理嘛，要引擎反应足够好的车才有办法这样乱弄，对吧、啊？不然正常车可能你这样子，它会还在耗呆。对对对对对，疯狂开关它的时候，它没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对，但是这个家伙不会，你就会觉得它的油门其实是很轻的啦，然后你真的打开它，它又不至于说会有一些唐突的举动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因为它的骑乘模式有四种啊 ，Rain、Road 跟 Sport。还有什么 Rider 哦，我们今天是直接留在 Sport 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它的 KTRC 循迹介入最少的那一段，是，然后油门反应最好的那一段，对，差点一直摔倒，真的，这个轮胎真的就该换了，差点摔倒，就是还没摔倒嘛，它其实也没怎样。其实我是推荐啊，你买回去也不一定要换，你不要再干我，这车不要换轮胎，乐趣超高的，我跟你讲。滑来滑去的，退个档滑胎进弯吓死！不要，先不要这样。对，轮胎真的很重要哦，直接影响一台车的表现。对，不过这台车就是，我真的觉得它座舱设定超棒。
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特色。然后第二个特色就是它的油门，它的引擎输出够细致，妥妥的四缸，没有多余的震动，然后低速扭力的反应充沛，所以这台车我真的觉得这样也好啊，就是它就不要换轮胎的状态，不是要换轮胎。我要说的是，它的行情维持在低点，其实不错，好不好？是，是个入门的好东西耶。你说，先换轮胎，你不要再闹了。好你妈个头啊！你完没完啊？我已经说了不行了。对，你看它可以做成这样，哎，好北岸，这样就直直的。哦，啊，你坐后面一点，这样又很赞的感觉。嗯，其实它这个设计是 base 在 Z1000 呐 ，Z1000 就是长这样，但是它是换了一个比较小的引擎。对啊，它那个油箱高凸的感觉啊，然后车头啦，整个配置都跟以前很像。武士头，这叫做鬼面罩，是不是？嗯，鬼面罩就很有特色啊。嗯，川崎家一直都长这样，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排到川崎，其实有点可惜。以四缸引擎的运作品质来说，我真的觉得川崎大家可以去试看看。我们以前不知道，它震动很小啦，反应很好啦。那是最近才变小的吧？哦，对，说到这个，说到引擎。这个啊，我以前就有听说川崎会有一个轰鸣声。对啊，今天这台超明显的，你如果用三档起步，因为转速很低，只剩下1000出头转吧，是时速30-40，满全油门，它会发出一个哇的声音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个吸气声超明显。还用没有吗？阿用没有空去听它，阿用好像没有那么明显，对，可能排气的声音比较大。Z900这个原厂管超小声，所以我觉得这车不错啊，我很推荐。是。有换轮胎的时候，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，我觉得它车重稍微重了一点，然后龙头比较沉稳的那一种，所以差不多是这样的吧。是啊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？我想要之后借有换轮胎的有换轮胎的 Z900 跟 Z900RS， 我们去骑远一点的地方看看。骑远一点哪里？可能骑到阿姆丢很远，我们可以骑到关庙啊。又有点太远，我们好废哦。啊，眉山没去过，真的没有特别远。眉山什么36弯那个，我要骑这个。好，那我骑 Z900RS。我真的觉得这种油箱很高的街车很喜欢，这边还可以放肚子，好，跟那个谁一样，令甲60一样，它好像有打猫，就是为了大肚子趴车的时候。对啊，而且你看我近视眼有没有？它我这样趴的时候离仪表超近，是，对吧？虽然说它的这个彩色 TFT 的仪表，我们今天有试了一下，不太好控制，操作性真的是蛮障碍，就没有那么直觉啦。不过我相信对车主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反正你会用就好了。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吧。好，那请期待我们之后的计划了。没有，是要有人借我们车。对，那拜托借我们啦。可以先换个轮胎。对，谢谢你。对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